补一下虾。什么？黄金堆。好了，不重要，换这边了。这玩完换下一个游戏吧。真的不会玩这个，不太会玩。不然哈基他们今天会玩那个什么，类似《世纪帝国》的游戏。可那个我就真的很问号了，食物不够。金鱼，我看一下哦。要载那个爬塔回来玩吗？天啊！不是回来啊，我根本没玩过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我会慢慢登，慢慢登，慢慢登，慢慢登。这应该算可以霸凌吧？我们就站在这边射，冲啊！可以耶，好了，这款游戏破台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是，主要是我现在太想睡觉了，可能真的没兴趣吧。返回，退出，然后改天再来玩。我们换另外一款。
马塔在哪里啊？S 什么都对，S 了。哎、欸，可是爬塔完全不会玩呢、欸，大家会不会教我玩啊？不是教玩，但会不会一堆人教我玩啊？下一步，Hello，Hello，结果只开一个小时，有没有就去睡觉了？反正今天晚上应该没什么人，然后就去睡觉了啊，完美。除非这个时光屋会莫名其妙3个小时不见。好困哦！《环形帝国》游戏名称SLAY 什么歌？SLAY 完成，执行游戏。啊，等下可能声音会很大，因为每次开个游戏声音都倍儿大声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那么多人进来？Hello，Hello。这个也是买很久了，一直没有玩。这啥？哦，记录档哦。我的名字，啊，不是啊，哪边改中文？啊？这个是离开游戏啊，不要骗我啊！啊，这个是啥小？修 bug。这个吗？好扳手，白痴哦！Enter 不是啊，English。这个，不是吗？诶、干什么？嗯呢？哎、欸，游戏打不开，是不是叫我去睡觉？我还在调啊，等一下，这游戏怪怪的，因为我刚刚截取截到一半，它就怪怪的，完成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刚刚在找中文话，开始游戏，选择你的角色。这游戏怎么玩啊？等一下我调音量。好的，我记得说什么，这个是购买东西的时候嘛，啊，这个就是。商人不明，哇，这边好安全哦！一二，来这里。通过打出手中的牌，下一条，在敌人将要攻击你，打出防御系的卡片来获得格挡，格挡可以说是会消失。在你的回合。你可以在敌人的上面看见一个一视图。如果下一个敌人，如果下一名敌人要攻击你是，那可不用了格挡。好，所以嘞，我先用攻击。
哦，北七哦，所以我刚刚也要丢格挡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哦。所以我是这样打他，然后丢自己这个，这样子结束回合，是这样子吗？牌打光了，如果抽牌摆动，你的弃牌堆会洗牌，同学就知道了。吼、哦。格挡。哦。安呢？这好，好北蓝哦。六点伤害，再个六点伤害。是选一个吗？哈，这个游戏你们怎么玩得下去啊？啊，对不起啊，可能我真的不太会玩。啊，这个的话是一场游戏计算的吧？钱那些是吗？哦，好，之后慢慢研究。我知道很好玩啊。就是太慢玩，你知道会都会被教啊，然后心情就很差、啊。五点七点，看都无。啊不是啊，啊你的血量怎么又变多了、啊？啊，我刚刚如果点略过奖励东西，还会拿到吗？不明。是啥？啊？我们看，丢弃一张是不是？然后嘞，我有钱吗？什么都没拿到。啊！你走进一条路，正准备回头，突然四周什么？
休困。哦。哦。可是玩这个的话，就是像我之前那样子，我看不懂这个游戏怎么玩的，我就不会去看这个台啊。那跨龙某啊，就跟自走棋一样啊。那样流汗了，好热、喔。嗯。那、啊、怎么看他攻击？没有啊。哦，有了，看到攻击力了。九点。啊！没有足够的能量，我知道了，我错了。我以为我可以，糟了，被贬了吧？你活该。好了，你去死啊！哦，好爽哦！好啦，我开始有点懂为什么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了。每打出一张能力牌，随机抽一张手牌。哦，看不懂。每打出一张能力牌，随机一张手牌，该回合消耗。什么意思啊？那我是什么东西会变零？能力牌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！你发现一定上有一具冒险尸体，他的布子被偷了，而且他的内脏支配巨大的失措，尽管他携带好东西，好像都还在。战斗，就服打！我是不是太贪心了？这名玩家要对你制造一种强大的负面效果，买啦，去死啦！哦，哦不，失败、欸，是不是要死了？七连格挡，失败，结束这回合。又是十八，我的天，嗯。一点一三，哎呀，五十五，十五，
买啦，越来越不痛了啊！42，可以耶。当你每次从一张失去证明。